块腹肌消失了。最近提到张家辉，大家联想到的肯定是他的六块腹肌。我们有机会在电影里看到吗？我的身体已经恢复正常了，大家看到的已经笑死了。我觉得大家更希望看的不是我的身体，是姓游的，是吧？首次当导演的张家辉很荣幸和女神合作哦。很荣幸能够要到姓游跟佳丽姐在我这个电影上合作。饰演当家花旦的刘心悠和张家辉有激情的对手戏呢。担心是不会，因为其实说真的，我觉得我很信任家辉。张家辉的好友廖启智也在大马拍电影，会找他客串吗？我在飞机上睡醒以后，再下飞机才发觉他就坐在我后面，然后他说金喜来是跟马来西亚的导演去拍他们的戏。开作影娱乐之 Life。